下把白把女警怎么样？虽然不一定会赢，主要就看皮肤吧。打的菜了，没赢了啊，对面有小袋子这种的，俺们输就输了吧。主要是想给你们看看那皮肤。平 A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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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直接点盐，因为这波他把 Q 用了就没地方跑了，位置已经被我们给卡住了。一 A 好了，我想一 A Q 来着。把弱点改一下，在我们屁股后头把兵线推进去。撤退。这边很有可能被打野赶开，撤退。新皮肤和破空枪骑比怎么样？你不会以为玩的菜跟皮肤是相干的吧？其实都差不了太多，主要还是玩的人是谁。他交闪没？他是交闪了是吧 ？EA 打反溜，接个 Q， 插眼儿，给我捅他！信哥先把他 A 一下，我们再拿这个人头。你捅的是真歪呀！手感还行，还可以。这我比不出来，我感觉都还差不多，都还行。这个兵你就别吃了，这个兵经验不可能让他吃，他已经没有 Q 了。哎呀，我坐下来跟他打啊，来先 Q 他一下。一 A 打不溜 A A 接 Q， 吃个小药，接闪现，再吃个药，能戳死我吗？别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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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哎呀，他有鞋。这饼干也没回多少血呀，这饼干既来之则安之，有点小亏呀。可恶的佛爷哥，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这怎么能算单杀呢？那佛爷哥不是戳着我了吗？佛爷哥没戳着我，他能杀我吗？此地不宜久留。他后边没人给他勇气，他敢上吗？就这剑尖，我打的他不一愣一愣的，我天哪，他敢动吗？这把好像不太好打。把对面围阴又起来了，俺们家 ADC 也不知道咋的了。
打的你不愣吗，小伙子？没有人给他勇气，他哪敢上啊？真是。有妖气。点盐穴位是有点浪费了啊，不过没关系。这两层塔皮吧，这边差不多两层。压了。希望他们能和俺多过。吵架了呀！我看看。没事的，我们优势啊，随便躺一把，好兄弟啊！带俺问问土地老儿。哎呀，跟小孩似的呀，哄一哄吧。给啥换成一些收段儿。你给我回家。回家两层塔皮。这经验一定不能让他知道啊。我这波跟杀了他其实没有区别。他不会有眼儿吧？别往这边走了。还好，1130，把多兰剑卖了。我们9分3项，装备还行啊。这把可以出个反甲，护甲还接反甲。那左边有人儿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你直接打这个。你直接开打这个的。你打这个，我上去把那剑姬杀了，然后我们俩把塔堆了，就这么点事儿。我们三下打的随便打，现在我7级，他6级，马上我8级，我直接越塔杀的。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敢越塔杀你？小子，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敢越塔杀你？给你们来一波有意思的啊！呀，哎呦我操！我寻我闪现把他闪把他 W 给吓出来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再意思他，我是这么想的。哎呀，他有闪，我给忘了。确实有意思，这没有意思吗？我闪现过去，我把他吓一手，我让他把 W 给放了，成没成功吧？啊，成没成功？我应该把他抠死。还非得闪一下子。没事，信哥帮我们杀了他。哎，好炸！
不给赵信了吗？哎呀，无所谓的。主要是节目效果，你们开心了那就行了。开中吧，把二塔拔了。你把他捅死了，有没有红？看红有没有？哎，这维恩怎么跑这儿来了呢？红龙二塔都没了，我们就打小龙去吧。这剑姬人已经不太用管他了，他也没什么用。哦，乱配。好大哦。哎，这维恩还不走啊。我把下打拔了吧，反正维恩也没有血了，我们一路拆呀。拆。来，安妮儿给我上来。不是你俩干哈呢，我就想知道啊，这咋的呀，这维恩呢，啥装备呀，装成这个样子啊，兄弟啊，好死啊。哎呀，我们家一个安妮儿不发英雄，一个猴，一个小破维恩这么装。点都点不动我的装备，把塔给他拔了，都给他拔了。这边已经掉四座塔了，我们家还一座塔都没掉呢。薛薇有点狼啊，嗯，薛薇是有点狼了。嗯，此地。完了，你信哥应该是够呛了。你要能跑过他，你可厉害了。他是剑姬人，我是零块钱出来的，我们回家3300了。我没想到我如此的有钱呢。哎，我想出另外一套装备。这样，下把我给你们换套装备啊！我想出另外一套装备，我想起来一套厉害的装备。你挺厉害的。下摆女警不行，换套装备。拿个人头，帮你打个蛤蟆。希望他们能和俺多过几招。杀的！没有人杀了呀，这边已经没有人了。那今天必须得搞他。
把峡谷打了，打完峡谷我们继续推。这波没有大，挺难受的。可以在这等一下，看看对面几个人啊。哦，安妮儿往上上来，你直接来杀威影。把这打了，上高地。哇，这乌鸦有点猛啊！我坚持住，坚持住。不太行啊，我一瞅先杀永恩吧，不杀永恩了，先杀佛剑哥，冲杀下了推，队友中路推，我们下了推，队友其实还行，那个赵信啥的都还可以。论概率学来讲，我们下一把遇到的队友应该会比较拉，所以呢，我们下把还是玩猴，然后再下把咱们来个女警，这个样子。啊，我换一个，不用了，我现在就可以这么推。哪去了？没人疯了，往这儿走，来，往这儿走，往这儿走，往这儿走。那塞纳呀，就硬要杀你，我也没办法，他硬 A 呀。我扎他。999，嗯，哦，你死了，我们撤。今天晚上就绝了，你不是说没有活动吗？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Yeah. 好，行。赵信是不是改了？是啊，改了。往这走。好大，几个人啊？中路这么多人，啊，那我得会会了啊！这是不是要打小龙去啊？我一瞅挺狂啊！我一不在要打小龙，我看谁敢打小龙。哎呦我天，这顿穿呐，你们是这个永恩，你们往哪走？往这儿走吧，投降了。